宋将军，放我下来吧，我自己能走。刚才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我是你。今日，桓恩已向王妃求娶玉秀姑娘为妻，若姑娘不嫌弃，桓恩会把你风风光光的迎娶进门做正室夫人。想不到，在我豫章王府还被人欺负了。王妃，玉秀给你惹祸了，我也没保护好你。王妃为玉秀所做的，玉秀今生今世都无法回报。别说这些了，要不是你，我早死在宫中了，还念什么今生今世？疼吗？没事。我告诉你，你心心念念的宋将军今日来找我，正是为你提亲。我的玉秀就快要入洞房了。王妃，怎么你还看不上人家宋将军，不愿意嫁给宋将军？也好，玉秀可以留在我身边一辈子。那我跟宋将军去说，回来他，好不？不不，玉秀愿意，不不愿。王妃，玉秀是说，玉秀就算是嫁给宋将军，也要侍候王妃，绝不会有半点改变。蠢丫头，你想想，你要是嫁给了宋将军，你就是将军夫人。回头我再去求一个诰令，咱们的身份就尊贵了，看谁还敢欺负你。你呢，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宋将军风风光光的来接你过门。玉秀能否永远都不离开王妃？日后啊，你的路就要和宋将军一起往下走了，明白吗？玉秀明白。